我们即将开启一段又一段新的旅程，在右手边进入了一个是大型设计。嗨！就一个。他们拥有比普通动物更高的血压，因为这样。 心脏才能将血液传送到朋友们的大脑，他们的血压大约是成年人的3倍。朋友们，你们知道长颈鹿的好邻居是什么吗？他们隐藏得特别深，大家仔细找找。没错，他的好邻居就是斑马。找到的朋友们给予了一个大大的赞，真的是太幸运了。瞧。 白天瘦了，它的皮毛像冰一样，白色的白卷，冬天却变成粉红色般纹的黑色。白天鹿的鹿角更细，角的上部扁平，尾巴越长。Oh, there's a lot. 过来，你过来，过来，小朋友，小朋友，来，注意安全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朋友们，在讨论过程中，请勿加手，深入洞口中，注意自身安全，谢谢您。过来，过来，太小了。瞧，梅花鹿来了，梅花鹿被称为胆小多年的园中仙子，眼睛漂亮。 因季节变化，森林将其当时间延长过了深上三天，同时有蓝色。雄鹿如角，小鹿不长角，你们搞清楚了吗？水鹿是陆地，大部分地区体型。你没看旁边，我在挥它。身体庄长粗壮，四肢细长，重头大，特长，只有雄兽头上长角。 在中国，好了，大家到前面喂好了。于是动画中的小伙伴们，那可爱的，前面还有很多。爸爸，你收拾了，它要来吃，吃的挺难的，你适合它就会来吃了。因此，有一个绰号叫做“吸血鬼”。即将进入转弯时，请做好看好身边的小朋友，注意安全，谢谢您的配合。没味道。 哎，前面应该还有。看，前方成群小队漫步在草地上的一群火鹿，骆驼是被称为沙漠之中的。 爸爸准备喂它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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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
也行啊。看到了就喂，看不到就说了。哎，来了来了，来不及了，哦，来不及了。
There's a lot of zebra over there. Baba, 你等一下喂了个半马哦。哦，那个是假的，旁边那两个是假的，我已经是这里了。How did you know? What do I think? Okay, this is real one over there. 啊，你看长颈鹿，长颈鹿往左边，长颈鹿。爸爸，你往左边看，那有斑马，看顶了。啊 ！Zebra coming here。毛叔呀，喂它，喂它。哎，毛叔呀，在喂它。鸭子吃啥？那个好玩。不要动。哎，爸爸，斑马来了，斑马啊，小鸡，来 ，here here， 哎 ，here， 喵喵喵喵，哈哈，啊，哦 ，that's cool， 爸爸，爸爸，再给你一个，喂的，啊。嗯、爸爸再给你一个。嘿，过来，你过来，我摸摸看啊。Zebra， 哎。哎呀，我帮你拍了。啊，你要胡萝卜呀？来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有了。那个喂它，哦，嗨，嗨 ，sorry， I don't have a yeah， camel， first time catch camel， 胡萝卜吃的没有，胡萝卜维生素，我给你吃，去，这来了。Oh, here. Oh my goodness. That's so fun. 胡萝卜啊，还有一个。啊。还有一个。啊。啊，菲菲。好了，去吧，去吧。你有没有喂它呀？哦，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小鸡。啊。哎，嗯，喵喵喵喵喵喵，哦 ，so soft， so soft， 哎，哎 ，so beautiful， 哎 ，here， oh， sorry， I don't have it， yeah， yeah， 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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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过来 ，come here， 耶，喵喵喵喵喵，啊，啊，哈
Yu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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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um. Sorry, don't eat my finger. Oh no. Hey. 好了好了，去吧去吧去吧。Don't have it, sorry. 去吧去吧去吧。好了，去吧，没有了。去吧，没有了。哦，sorry, 没有了，没有了。I want more. Three. 来啊。那除了你温顺的语言，没有亲密的语言，一旦他的视力感到烦躁，一定会发出警告的啼叫，甚至愤怒的吼声。你看马的鼻子，它是很有意思的。马的一条长尾巴。I like you better than this. You really can touch it.以前人们总是骑马上街，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发明汽车呢。现在正慢慢向我们走来的，有着美丽的大眼睛和性子艳丽的羚羊，就是驼羊。需要投喂的朋友们，在投喂过程中，请勿将手伸进喂养口中，注意自身安全，全程禁止下车。哦，脱了，哎。This is a very gentle. Looking for food. Who's this? No, what is this?
嗨，过来过来，嗨。I think I have enough. Is that real or fake? That's fake. That's all fake. Oh, that's real. I cannot tell right now. Hi, 过来。Hi, 过来，过来。来，过来，过来。Oh, it's lazy. Oh, he's running. He's looking for food, I think. Right? He's hungry. Oh, sorry, no more food. Oh, it's just chasing him. I feel sorry for her. No more, no more. 哎，还跟着我，人家，哎，过来，你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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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过来。哎呀妈！Hey, oh, it's so soft, soft, soft. Ah, yeah, ah, yeah. Small house, right? Oh, all coming to you, right? Hey, come here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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Hey, come here, come here. Sorry, I don't have it. Oh, no more food for you, sorry. Hey, you have enough today. You're good. My hand is dirty. I have it. Oh, look, look, look. The car will leave. They try to get food. Hi. Hi. Oh, he got it. You're always hungry. Sorry, I don't have it. 没了没了没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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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Hello, hello, yeah, that's you. Be good. 亲爱的游客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接下来将进入到老内展示区。It's an ox. 重点不是你先生。五尾椎四尾椎，有三个脚趾，四尾椎四三指鸵鸟。虽然不会飞，翼却比较发达。五十尾出及飞羽，只骨三尾，最强大。三个前指均具爪，头、颈、腿和尾两部，除少数羽毛外，均有出。二，白冠。是欧洲白鹳和东方白鹳的通称，首大型舍禽，其羽毛以白色为主，翅膀具黑羽，成鸟具细长的白腿和细长的臀腿。白鹳在欧洲是非常远近，有畜禽鸟之称，现在人是吉祥鸟，想给它铺个视频，是德国的国鸟。妈妈，三，妈妈。又叫石骨鸡，它的体型像鸵鸟，但比鸵鸟小，是澳洲第二大鸟，是世界上第三大鸟，排在鸵鸟及鸵鸟后面。我们即将抵达的就是第七大鸟的社区。大家知道，生存在非洲和亚洲大型猫科动物非洲草原顶级猎食者。被称为草原之王的是什么动物呢？没错，它就是现存平均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——非洲狮，也是世界上唯一一种雌雄两派的猫科动物。长有很长鬃毛的就是雄狮。其实，鬃毛在野外，狮子可活10至14年。peacock， 在野下更长寿。达20年，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。狮子与猎狗是勇士仇敌，猎狗虽说勇士的厉害，但是一旦成群，攻击力是很强的，特别是它的偷袭技术，简直令人闻风丧胆。现在这片山区住
的就是加20转的保护野生动物绵羊。天行中等，它们常在固定地点饮水，但到寒冷季节，有毛的是雄狮，这个没有毛的是这样，这个长那个是雄狮，这个就是母狮。只有有翼脚之能，能攀登上去，这个没有毛的，一跳可达两三米。若从高处向下，更能转身一跃十多米而不致摔伤，非常厉害。过来了，没有脸。阿姨，这是这叫寒羊。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它不过来。东北地区和西藏内外户分布于外州东北部及俄罗斯西藏内外户、朝鲜和我国的东北地区。东北虎是现存体型最大的肉食性乌龟动物，头大耳圆，前额上有数条黑色团纹，中间长臂串通，形似王字，故有“北上之王”之美称。如果最厉害的利爪和大而锋利的牙齿，东北虎则显多疑而凶猛，动作敏捷，善游泳，不善化水，主要在陆地生活。白天在岩石或草丛中休息。老虎不吃肉，是现存虎族中特此最大、体型最美的物种，具有本中的观赏价值，寿命15至20年。成功饲养下20至30年左右。老虎在12生肖中位居第三，在人们的心目中，老虎是威武与权势的象征。老虎折翅能配有蓝或可牵动两者牵动。在民间，不少人家也喜欢给孩子戴虎头帽、穿虎头鞋，外本是缺吉不吉，吉祥平安。在这里，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的金富家族祝大家虎年大吉，龙虎虎跃，虎虎大旺，金富家。哦，的好美啊！这么大个！哇哦！亲爱的朋友们，嗨，我们的印象就是我们被称为“大雪豹”的金富，也称“金富”。它是陆地上食肉、飞行形体最大的哺乳动物之一，仅次于北极熊。头大而圆，体型健硕，肌肉强壮，行动十分有力。前爪的爪尖最长达到15厘米，可以爪尖不能像猫科动物那样收回到爪鞘里，这些爪尖相对比较强大。前臂在挥击的时候力量强大，粗钝的爪尖可以造成极大破坏。成群结队的小黑熊真是玩命的，虎王黑走了长的时候 U 字形打翻。黑熊的嗅觉和听觉都是敏锐的，甚至可以闻到半公里以外的气味，能听到300步以外的脚步声。但视觉差，共有黑瞎子之称。亚洲黑熊可以像人类一样直立行走，也能像人一样坐着，但行动谨慎又缓慢，很少攻击人。I'm the only one have gimbal. Very fancy. Fifi like movie star. Look at Fifi. Hey, movie star.骆驼下面这是肉就哎上面他肚子走
亲爱的朋友们，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，本次小火车观光之旅就要结束了，不要失望，你们可以继续前往步行区观看。还在等什么？赶紧行动吧！旅行开始，在车停稳后，从右手边下车，从地下通道前往步行区。祝朋友们在接下来的观赏中。直接吃完，鱼翅膀马上没了，我们要少一点了哈，等一点哈，一点一点喂。没了。你不进啦？爸爸为什么不进来？爸爸不肯进来啊？又是这领羊驼，我们刚看到那个不养。他懒得领不开，耶！这是谁呀？对了，说 thank you。你喂，我帮你拍啊。你看你喜欢哪一个喂？你不喜欢的你别喂它啊。你看一个你喜欢的，要不那个灰色的好漂亮哦。那个咖啡色的颜色挺漂亮的，阿姨你要不要喂它？阿姨，就是刚才给你喂的，你看到了。捡起来，帮我捡起来，捡起来让给毛帅再喂一次。我的妈都难看哦，这种咋这么丑的？就是在门外面的一坨吗？啊？它是河马，不，这不是遗柱。它是河马，这不是遗柱。我王子一，看奶奶过来。哇！要闻一闻。啊。臭尾巴真乱。OK。我的妈，这肉就慌起来了。好肥。水是不是在过那边了？飘过那边了。谁在水里那边？他一盆喝光。来 ，ready， 一二三。啊，那个眼睛，那个我耳朵不会动啊，耳朵动一动。耳朵。两个耳朵一起动。动一只，一只不动。哦 ，OK， 一只一只动。哎，啊，对了，快一点。好。耶，这样就对了。好的 ，OK。耶、yeah, ，开跳舞，在后面跳舞，我在拍视频，跳舞，跑到这边来，这边来一点 ，OK， OK， 好，走，好，一二三 ，Ready， 哇、wow, 哦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咦，好可爱哦，哈哈哈。
你怎么这么会跳舞的？哎，快扭起来，扭起来！一二三，耶！好了吗？好，好，谢谢。